啊，都唔得，都唔得，都唔得得啦。啊，当不会都看机会啦。会，姐。看哪种看夜班啦，哈。帮我跑路来路安全哈。有先，有先哈。耶。上来20万这样子，对啊，这样有乡村的气息啊。啊，你讲他个有机会，他个带朋友过来，好啊，好，进前阮就来一摆啊，来一摆看看，袂歹，啊袂歹，唔当讲介绍一寡朋友来吼。第一摆来的时候，阮三个一家人，啊。买啦，就招到即摆20-30个来啊嘛，连工啊，咱招较济，吼，30-40。好，欢迎您哦，谢谢哦。好，那个第一样那个。哎，嗨。今天这样整个行程下来，包括这种体验啊，对小朋友对你们的观念上，你感觉到啊，未来，所以我们在推广休闲旅游、龙山转折，还有我们。哎，我是觉得你那个事前的联络规划都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细。哎啊，然后来这边的话，因为天气的关系啦，对，所以夏天的话可能是您比较辛苦一点啦。对，那餐食方面的话，我觉得非常好。我是觉得说，像您社区的一些营造方面啊，还有社区的一些特色，这种剪联的部分哈，如果气候许可的话，其实可以用走的，让他们看的，对，比较有意思，可以让他们随路走，随路这样子。我们亲友团这样最好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伴游也好，坐三轮车也好，啊，慢慢这样。时间比较不是像旅行团，对，就是用慢游的方式。下次如果你们有空想要再来，那联络上就我们要用慢游的方式，然后我们去规划慢游的内容是什么，有哪些我们可以亲手去做的 DIY， 對對對對，然后我们大概多少行程？等一下回去给小朋友去做一个乱讲，然后去问你们。好 ，OK OK。对，那个牛对他们小朋友是一个很大的卖点。对对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好不好？可是牛妈妈也要喂哦，不然牛妈妈会吃掉。不的。安尼辛苦不？来，你小姐，都来，用力。哎，好，有拉，好，来，好来。接头，哎，拍起来吼爱很饱满，因为它要经过日曝，啊拍落吼，那收波会变糊糊，吼啊就爱胶较胶嘞，啊较胶的原因就是爱咱爱这手爱，咱这手势吼，爱用按胶出来才会饱满吼，安尼吼胶起来才会安尼饱满，袂使安尼做细条，啊用起来就无味，因为安尼就好，足认真嘞，认真做哟，好粗。你会怕哦？你会怕哦？等一下要去洗手，不用啊。好意思在喂他？这边不要。拜拜。干掉，干掉。